现在来到的是我们芙蓉 A8 的例会所，位于饭店的六楼。然后三温暖的部分，我们是男女分开的炉汤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里面。我们如果要使用的话，先到柜台换磁扣感应，就可以先进来。拿出来，进来的第一个部分是鞋柜，我们可以先脱鞋。好，现在先不用。那、我们要脱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有的。好，进来的话，拖鞋完进来就是置物柜，就是比较大的柜子，可以放衣物跟随身物品。好。对，然后这边是梳妆区。好。好。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休息区，泡完汤可以过来休息，翻阅一下杂志，再继续努力。嗯，不错耶，这一区。对。好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洗手间。因为有点湿哦，然后其实里面是不能带手机的。嗯，对，现在是因为没有人哦，我们才可以录给大家看的。蒸汽跟烤箱，然后跟我们的加热池跟冷池，热池的话就是真的温泉，因为闻到那个温泉的味道。哎、有哎、欸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是黄金美人汤，碳酸氢钠，泡完其实会很咕噜咕噜咕噜的。对，然后这边是淋浴冲洗室。啊，所以房客是可以免费使用这个三温暖区的。对，房客是可以，就是他有限，就是16岁以下不能进来。好，16岁以上的部分都可以，像爸爸妈妈进来的话就不要错过了。对，也不错耶。既然来到这里，想不到来到这个机姐就是芙蓉 A8 有泡汤可以泡，哎，太特别了。没错，啊，这边也看得到捷运，但捷运看不到我，放心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看不到看不到，这是重点哦，这是重点，不然就尴尬了。所以 男生的那个三温暖是差不多吗？一样的格局。这是男生的，哦，这是男生的。女生的会稍微小一点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日式冲洗区，哦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好好 ，OK， 好，男生区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喽。